嘎子就认为请了软个人了，还丢什么气了？还亲自走过啊？兄弟们，起来了，好危险啊！老朱啊，那这理想被撞了之后，为什么这里没有纸盒子？我操，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情况？我这还有纸盒啊？不会是别人塞进去吧？还有胶带了，就粘在这上面了。他做工这么差的，应该给你塞个纸盒子搁的哦。这理想不厚道啊！我操，看这上面有什么？那就从这里到这一块全是纸盒做的。理想用纸盒倒车，兄弟们，兄弟。我叫买饭啦，老李买的老李老李买的老李哦，你那是个怪一跳老李吗？哦，你那跳老李吧，跳老李，你上面被子，你们房间被子全部拿扔下来呀！你这边看没眼了，可以弄的。哦，咋看不见？你们邻居吧，邻居拿被子全部拿出来吧。天天你们到现在还没拿，咋这么长？会死人啊！不能尿，不能尿。来了。哦，回表里了，错老林。哦，天哪！我每一步呢都有。天哪！你上面被子，你们房间被子全部拿扔下来呀！你这边看没眼了，可以弄的。哦，咋看不见？你们邻居吧，邻居拿被子全部拿出来吧。天天你们到现在还没拿。
就是给中心啊，新的加三个有那个了。就是给中心啊，新的加三个有那个了。关键是要关键要的那好像你我就这样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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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和那我的姐姐叫过去洗了那屁股去啥给叫醒个哎呦我跟他谁哟去啥给叫醒个出大我是一个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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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